这是冬天还是夏天，这尼泊尔就是这样的。其实现在就算是初春，热。继续陪老头喝茶，等一会儿中午小刀来了，我们出去吃肉饼，吃面片，浇浇花，洗干净了啊。这个瓶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花吧，是手机买的，不过倒是挺漂亮的。感觉这种有人知道是什么花告诉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烧鸡知道，跟我说泥文英文我也不懂。这还有刺儿。高哥烧鸡还有带着爷爷去律师那儿，在尼泊尔办啥手续都麻烦，去律师那儿去弄他们结婚证的手续。我就不去了，在家看家。这是爷爷对于办这个结婚证比老高烧鸡还着急啊，估计是怕老高跑了。但是尼泊尔这个办事效率实在是不敢恭维，一言难尽。让他们去吧，在家等着。老高把坐垫拆了，有点太滑，这坐垫不行。那你先上去，我过去那儿坐一圈就够了。哪里？这外面好像是也是六楼是吧？人家都穿半袖了，你还穿棉袄？他坐在阴凉处，有点冷了。大游行的那天。又是因为啥呀？又是因为跟美国那事儿？NCC 吧。啊，尼泊尔还挺讨厌美国的。喝啥？茶还是咖啡？咖啡吧。好嘞，我去摸点。哪个？是自己回来的。香水在对副驾驶后面，他自己回来的，估计把他们俩放在那儿了，也没他什么事儿。爷爷跟烧鸡从那儿自己弄的。爷爷喝水还放了蒜水，尼泊尔人爱吃大蒜。跟老高似的，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，老高也爱吃刺。就是我俩在这边歇，离孩子们远点，离老人孩子。你咋就是不笑呢？高兴。呵呵就是不笑。掉的疙瘩。掉钩子。那小高兴面无表情，想笑就笑，不想笑就不笑。爷爷给我们弄的葡萄，昨天拿过来的。对，昨天拿过来的。太甜了，我这糖尿病真的不适合吃这玩意儿。昨天爷爷让我吃，我揪了两个吃，我就算了，太甜了这个。很甜。相当的甜。他留的太久了。高哥去跟烧鸡庆事了。早请示晚汇报。
谁说老高不干活，光烧鸡干。我说不都说你不干活吗？让烧鸡干。他不干，做饭我还得干。我把这水给你老婆放上去。这尼泊尔的饮水机就这样。出门之前干点家务。老高的手机完蛋了，今天去换个新的。拍啥就是红颜色的。不是，恢复双色之颜色。拍完白的墙是拍出来是红色的。没办法。到岁数了，这手机。到岁数了。手机拿着新手机。来，老西，帮忙吗？干嘛呀你？怎么了你？找个语言。哎呀！老看着我，手机羊肉消散了，不吃了。让他吃方便面，鸡蛋方便面，爷爷吃。吃。在帮老高激活的 iPhone。结果老高想了半天，就下了这五个 APP， 他也不知道下啥好。还有吧，导航。翻译，哎，那个下载个翻译，那就是谷歌翻译，那就是谷歌地图，下载个翻译，地图倒不用了，直接下载个翻译器，天天吃了，一点都吃，羊肉，等会儿，好了，过来吃的，我不吃，没有洗干净没有，我擦一下，不干不净，吃上没病。羊肉大了把子。我们这个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这个路易斯人，这个 OK 拿的 ，OK。这个接空的这个，我的有爷爷，你的一个朋友。朋友，是李哥先吧。没有，一个也可以，两个也一个。这个尼泊尔人说话，一个中国人说话。啊，我去做个签个字是吧？我开始。哦，中国。这个加德满的朋友。啊，我让加德满的朋友坐飞机过来。多会儿？什么时候？对，这个他说没回来。我说哎呀，他说没回来。你说什么时候回来？他一个人回来可以，老婆回来了，快。什么时候让他过来？现在不用，以后 OK 了，等我说嘛。还有几天？这个现在这个工作也不好了，搞得。哪了？又关门呀？没有，这个弄了，爷爷没回来的，弄了吧，爷爷。那爷爷不是回来了吗？回来了呀。回来了呀，明天。这个老板回来了的，可以了。他说结婚证没问题了，是吧？